开了，现在开了，OK。有没有东西让我加一下？我真的好累，好难。Hello，Hello，hello。 今天就是因为生日嘛，所以说跟大家聊聊天什么的，不过也不会太久，大家也不用期待什么。瘦，我应该是开的瘦脸吧？我看一眼，美颜瘦脸，关了。然后呢，我身后有一些娃娃。这些娃娃就是前两天去那个店里边去抓了一些娃娃，像这些特别特别多 到时候呢，因为这些我抓了特别多那天，然后这些是我保留下来自己养，还有其他很多就是给大家，会送给大家，谢谢谢谢，生日快乐！马上就要吃晚饭了，现在还蛮饿的。我不热嘛，我家里有空调呀，不是，而且现在不是已经快进入秋天了吗？哎，我讲什么？我好尴尬哦，玩尬的。然后大家都觉得很突然。喝奶茶了吗？好像今天还没有。20岁之前要喝一下奶茶的，所以今天晚上肯定会喝奶茶。有新歌的。那个应该过2天就会发一首新歌出来，然后呢，后面还会有一首，还会有新歌，对。真的真的，唱一首歌，生日不是应该你们给我唱生日快乐歌吗？我为什么要唱歌啊？我是不会唱歌的哦。参观一下我家，不可以给你们参观的，家里有太多秘密了。像一些手办都是我珍藏的，在家里特别多，摆了一堆，是不能给你们观看的。想要礼物，这些娃娃呀，这些娃娃就是送给大家的礼物嘛。我抓了特别多，前两天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我最近变的那个魔术？我那个魔术可是经过我悉心的钻研才想出来、才变出来的一个魔术，学习了很久。什么啊？什么叫给人发现了？我那个魔术很难的，你们变不出来的。为什么杯子会碎？因为那是魔术啊，就是我让它碎，它才碎的，并不是刚给它震碎的。
高三了，祝你，那就祝你天天向上。高三的话马上高考了，哦，明年高考，就努力学习，加油。是的，我是一个变魔术的小天才，你们没有猜错。看得到，看得到大家的留言。什么叔叔生日快乐？你多大啊？小朋友就赶紧回家，回家跟妈妈吃饭好吗？不要来看直播了。什么叔叔生日快乐？哎，累了。这是工作室给你的一封信，让你当着大家的面把它念出来。什么东西？为什么你要当工作室啊？化妆师最近脾气挺大的。嗨，看到这封信就发张自拍吧，救救孩子吧。大家就是今天直播截个图帮我发，然后就发这个自拍可不可以啊？可不可以？好累哦，拍自拍太累了。哎，我点到一个什么特效，什么东西啊这是？哎，为什么有一个芭比娃娃在我这？我点的吗？哎，等一下，这怎么关啊？哎，这个怎么关啊？妈呀，魔法表情不是这个吧？这怎么关啊？自己钻研一下。这是送的礼物还是魔法表情吗？魔法表情，我关了呀，我关了呀，还有啊，不行，他一直在占我便宜，我怎么关他啊？一直在那儿，从未离开过。啊，这吗？是吗？在哪儿啊？在哪儿？就是在找宝藏的游戏，你慢慢找吧。找宝藏。能不能告诉我，这哎不，这是我自己可以关的还是你先告诉我？是我自己可以关的还是我关不了？ Hello， 有人吗？哎，他没有了，那应该不是我自己可以关的。对，他一会儿来一会儿来，应该是不是我自己弄的吧。声音大一点，声音不够大吗？我应该是把麦挡住了，我动一下。现在声音够大吗？够大了吧？再不够大的话，那就你们把声音调大一点吧，我也没有办法了。确实声音不够大，我家里有麦克风啊，没有麦克风啊，声音好小。声音小，怎么去医院看一看？不小，晚上会吃蛋糕的。蛋糕我在我前面摆了三个蛋糕，我吃都吃不完，应该就今天跟几个朋友在家里边过生日，就会吃点蛋糕。这样子，
怎么这是这个什么，这是刚刚有一男一女在我面前做热气球，怎么直播也会要又当电灯泡的这种感觉，不必吧，是不是你们送的啊，过分了不？考研党加油加油，考研你是最棒的，你是考研小天才哦。高三加油嘛，高三不是一开始就说了加油吗，高考加油。周六还上，哎，今天不是周日吗，今天周日吗，哦，今天周六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面试加油，你晚上去面试？真的假的？不会又骗我吧？抓娃娃的秘诀是什么？嗯，我反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抓娃娃就好顺利，就。一抓一个准，一抓一个准就抓起来了。可能我觉得是那个老板帮我把那个调整了一下，所以我好容易就抓起来了，一直抓，抓了好好多个。肯定是运气。嗯，怎么了吗？我就是有运气抓那么多娃娃，你可以吗？你也是生日啊，生日快乐，一起生日，一起快乐。怎么？因为等一下怎么掉了？我后面有什么啊？后面没什么吧？他说我后面，看后面。我自己能看见后面啊，我说要举累了怎么办呢，想下播了还不行是不是， OK 那就再聊一聊天，奔三了，对呀，奔三了，还有十年就奔就到三了。就大家有什么想问的吗？大家有什么想问的，我就可以。找点东西跟大家聊一聊天，不然我也不知道聊什么，我还没有吃饭，能不能不要直男视角，不是我手持就如果一直拿很高就很累，所以我就稍微低一点比较轻松一点，还没有吃饭，上次哎过去了，因为现在才六点半，而且不是跟大家聊天嘛，所以聊完天再去吃饭嘛，不然吃着吃着就出来聊天也不太好嘛。萨博没有死，怎么回事啊？看不看动漫啊？看不看漫画？怎么就萨博死了？吃火锅，不是吃火锅，吃饭，吃菜。发型谁弄的？发型是化妆师弄的，
刚刚不是在第一个那个递封信那个人，那个就是化妆师。你们应该知道化妆师吧，就是那个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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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说不说，不知道怎么可能。我没有做饭，我很久都没有自己做菜了，因为去完中餐厅我都会有一段时间不太想做菜。就是我现在在北京啊，我没有那个在重庆。周考也要加油啊，行吧，周考加油。有新歌出，过两天就有一首新歌要出来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ins 啊，哦，最近就是在训练啊，上课上学这样子。啊，为什么欠你们的福利还没还清啊？我还有什么福利没完成吗？7000万，7000万是那个什么呀，生长呀。5000万是变魔术，6000万是弹唱嘛，7000万是生长呀。你们是不是假粉丝啊？请你们退出我的直播间好吧，我要关播了。假粉丝们，今天我直播就到这儿。手都觉得喽。生长是粉丝福利啊，当时不是跟大家说了吗，7000万的粉丝福利是新歌嘛，就是送给大家的歌。吃什么？这样吧，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今天吃什么。我要，介于大家想看看吃什么，然后我们的主厨，这个怎么翻过去？翻啊！我要怎么直接装？等一下。我要怎么翻，把摄像头翻过去？我怎么把摄像头翻过去？反转。乱得很，现在。我们的主厨，来讲句话嘛。为你做一顿心爱的饮食，适合我的东西。对，他还在做菜，小马哥。对，还在做菜。我怎么翻回来？我要回去了，厨房太热了。干嘛在那躲着？我穿的太多了，我不多，我穿一件卫衣拖鞋。我在家里不穿拖鞋，我穿什么？我在家里还穿那个外出的鞋吗？我家里就比较随意一点，我也不信大家在家里不穿拖鞋。发9宫格自拍，
这样吧，我今天就是在直播的时候呢截九张图，然后再发个微博，这样算九宫格自拍吗？哦，不算，那就不发了。不发也不行，截图也不算，也不算，那怎么办嘛？那怎么办呢？发必须发。看了一眼，大家都是叫我自拍。这样吧，那我就先关个播，自个拍，发个微博，可以不？可以吗？可以了吧？怎么还不可以啊？那要怎么办才可以呢？定一下，唉，太难满足了。哎呦，掉了。吃饭了干嘛突然装深沉，为什么告诉我吃饭了？怎么？那你为什么要突然清下嗓子跟我说话？大家看到听到了吧，这就是那个什么我的化妆师，就是有偶像包袱。然后大家，我反正平常都啊，没事，算了，每天都直播不可能的呀。我们就是如果每天都直播的话，那不就相当于就没有那种，相当于今天直播就没有那种惊喜，对不对？直播吃饭干嘛？直播吃饭不行的，那个我吃东西的时候再拿个手机在旁边就太麻烦了，而且大家也看到刚刚就是菜也蛮多的，我家桌子挺小的，就摆不了手机，这是最重要的原因，真的摆不了手机。唱首歌再走了。唱什么嘛？那我唱首歌真走了借口，我怀疑你们是在暗示我什么？借口，完了，我词忘了，借口怎么唱的？就算是我不懂，是这么唱的。啊，借口词啊，我唱一段吧。就算是我不懂，能不能原谅我？请不要把分手当作你的请求。
我知道坚持要走是你受伤的借口，请你回头，我会陪你一直走到最后。可以啦，就唱一小段 OK 了。嗯，好了不？大家开心了不？开心了吗？我很开心哦。嗯，还要唱啊？唱什么吗？真的是最后一首了，真的是最后一首了。这首完了呢，就要去恰饭了。说好不哭。嗯，烧不过，我应该会唱吧。我，算了，我换一首吧，要不？真的要唱《说好不哭》啊！晴天，晴天，大家去中餐厅听一听就好了吧。都说好不哭啊，说好不哭，怎么唱？你把词给我下吧。啊，云游会可以，那就云游会。那就云游会咯，可以不？可以吗，大家？音乐会可以吗？那就音乐会了，我歌词都已经翻出来了。我顶着大太阳，只想为你撑伞，你靠在我肩膀，深呼吸盼望，因为牢狱的船有谁，我们开始交谈，多希望话题不断，缘由会永不打烊，气球在我手上，我牵着你傻光，有话想对你讲，你眼睛却装忙，鸡蛋糕跟你嘴角过奖，我都想要尝，原有回影片在播放，这个世界越好一起逛。好了哈，好了哦，看现在已经6:47了，我估摸着大家应该也要吃饭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一起去吃今天的晚饭，然后呢今天就到这里了，大家那个拜拜，晚安啊，晚安是不太对，吃一个好饭，嗯，拜拜，大家天天开心，祝大家恭喜发财。对了，我今天一定会许个愿望，其中之一就是恭喜发财，然后呢再许一个愿望，就是把这个生日愿望分给大家。嗯，拜拜。哎呦，这怎么关播啊？怎么关啊？